怎么的了？哎呀，铺成这样了！说，鬼子，鬼子把花头的肚子掏空，天上苍亮，哪来为马？娘养的小鬼子！ 娘的不是人，揍他！今晚动手，一个鬼子不许留下！ 我屋前面那堵墙，墙后头都是干草垛子。算盆领道，我西天石干定，咱们自个儿冲进去。 陈芳，你看见里面干草堆起火了，把那探照灯给我打喽，然后冲进来跟我们会合。到了里面见人打人见马打马，走吧，上。啥事儿？谁他娘的放屁？ 扔那拱子上，别让他叫我。上。大成啊，今晚这事干不成了。 就商量一个事儿，怎么带能让狗不叫唤，让算盘的混进去一会，咱大日县先给狗扔点大钉。对，在那个饼里边放上毒药啊，把那狗都给咬死。蒸饼狗不吃，咱扔包子它肯定吃。什么呀？你跟你似的见包子没命啊？这招不行了。就咱这一次就把鬼子惊着了，再去动静大一点，狗指定还得叫唤。哎呀，我看啊。 实在不行，咱做做送草料老乡的工作，让他们瞅机会把那狗宰喽。那你还不如直接去敲鬼子的门，告诉鬼子，我们今天晚上可是要来放火了。你还有脸说了？本来咱都计划的好好的，就因他这俩屁。
你说你放屁就放屁吧，放那么大动静，把狗全惊着了。你吃啥了？那个行，就先这么地吧，都回去接着想着啊，晚上再碰。想不出来，谁也不许睡觉。扯，你就知道扯，你不跟大伙儿讲个办法？他就是个扛活的，还能有啥主意？这主意让掌柜的想想。想不出来，不许扯。就是狗，你想个办法，你给他把给吃了。象棋里哪有狗啊？有，老子说有就有，想。谁呀？出来！回来这么几个人啊？其他人呢？没了，都让鬼子赶没了。孙正海呢？埋头到树林里，他让俺们去睡觉，自己去站岗。一早上醒了，人就没了，就在面袋子上留了几个字，说自己去打鬼子了，让俺们等着他。冷货！啥时候事儿啊？五天以前。他那媳妇儿呢？那嫂子也跟着没了。俺就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大老爷们儿别哭，哭啥？哎，偷了人粮食跑了，又吃光了，还打了败仗，真能舔着脸再回来？哼，要是俺呀，早把那脑袋掖在裤裆里边臊死算了。小点声，小点声。说啥呢？那爷儿几个人投奔咱们来。你说这听着多不好，你不投咱们投奔谁？投奔鬼子呀？石头，咱们这酸话，那夜裤裆里憋着啊，憋不住，难尿裤子里。孙成海啊，争什么做？扔下兄弟，自个儿叫的没有就跑了。这倒像这小子干出来的，单打独斗行。领兵打仗，废物一个，就是啊，就那小子啊，那就是个草上肥的料，他哪有将军那气儿啊？他呀，你想，人都好个脸皮，能去哪儿啊？要脸家只能去一个地方。看吧，孙成海又想进城当个飞贼，再弄死个鬼子官，挂个好彩头。两个愣头青，把县门队当戏台子了，找死的货！我进去给他带回来。你能成？那是个顺毛驴，我知道怎么能让他听话。三天之内，保证让他全身全影的回来见你。哎，但有一条，这次九路军回来一定得善待，之前的事儿就当没发生过。他们人回来了，心也就慢慢收回来了。他娘的是孟获，老子当诸葛亮。上去找你！哎哎哎，慢点的，叫你呢，跟我上去。干啥？楼上有客人，点名要吃你的枣儿，生意来了，走吧。
来，里边请。客爷，把人给您带上来了。忙你的去吧。哎。哎哎哎！我可不是来劝你的，我是来助你成事儿的。听我的话，保准让你杀了那刽子头。但是有一条，出了风头得赶紧跟我回去。你那帮兄弟可都等着你呢。你和李大本事都还在武艺？哼，鬼子还没杀完呢，谁能走啊？有点规矩行不行？这是你做的吗？少废话，干啥拿水泼我？怕你犯傻。那个骑兵队长前呼后拥的，你近得了身啊？他在马上移动速度那么快，长枪很难瞄准的。有啥鬼点子？得先把马队给惊散了，让那鬼子头落了单才能下手。这样，你先到南门夹道的胡同里等我。干嘛？早上钱呢？我哪来的钱？没钱你下馆子吃白食啊？难得进趟城还不吃顿好的呀？这个饭馆是那汉奸康洪德开的，不吃白不吃。钱儿，哎，来嘞！一只烧鸡，一盘猪头肉，两斤馒头。啊！这位爷刚订了我20筐枣子，怎么着？怕我不给你钱呢？还不快去！得嘞。你别吃太多了，再不够。几只业绩都外面死了，赶快卖了，要不把山上的业绩都给传染上了。有问题了，啥？得瘟病的狗？对，病得越重越好。你要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事儿，这任务大了，能不能给咱小王忠相亲报仇，就全靠这瘟狗了。这上哪儿找去啊？这得了瘟病的牲口躲还躲不及呢，谁还留着呀？得想想办法。雷队长，你要的东西太偏了，这牲口要得了瘟病，马上就得打死，抬得远远的埋喽，绝不可能留在院子里祸害人呢。活得着着，死得也长。这鬼子头盯了3天了，整天在这县城里转悠，出来进去都在马上，前呼后拥的一大帮的人，根本就没法近身呢。得想个办法把他的马惊了。他和他的部队分散开，落了单收拾起来就容易了。有啥办法啊？那是战马，枪炮都惊不了。想想呗。开锅嘞！
哎呀，生意怎么样？嗨，运气好的时候啊，能挣个半截门。哎，老头，生意你俺俩做做。哎呀，我看你们俩人高马大，有胳膊有腿的，抢我这老头子生意干什么呢？啊？喜欢。哎，家伙事儿，你俩试试。 吃苞米花可以，要想动我这老土炮啊，除非办这命先拿去。俺俩身上有的，你喜欢尽管拿走。哎呀，就这两套衣裳加在一块儿，也不够半袋子米钱呢。哎，这老头哎，大爷，您看这样行不行？您出个价，把这土炮卖给我。我不认钱，我就认粮食。就连我们这的小孩吃苞米花，都得拿苞米来。 如果你们真想动我这老土炮，除非拿两袋子白面来。啥？我说老头，你疯了吧你？就这破玩意儿值两袋白面？哼！别看了，一把抢过来完了，还要两袋白面？他老头，行了吧，你小点声，弄不成鬼子了吗？再说你要一抢，那老头肯定得报官，这事儿更整不成了。 现在还是想想，上哪儿弄白面去吧。用不着想，找大户要去呗。你打听的保证没错啊。 放心，康老王吧，原来家就住我们村儿，坏事干了几台车，为啥住城里啊？就是想让小鬼子保着他点儿，三岁孩子都知道。嗯，瞧好吧。 就是在这捡到的，没看见什么人扔了吗？没有，就听到一声猫叫。拿着。康洪德，外号叫康大王八，老家住景台村。 你爹叫康小顺，你娘叫李红双，你的外号呢是把老婆献给日本人才换来的。你家还有俩小子，帮着鬼子干了三年维持会，真是混蛋到家了。今天罚你两口的白面，现天亮前放在南门城根底下，过了时限，下一颗子弹就镶在你家不知啥人的脑壳里。这信到底是什么人送来的？ 你们就连个人影都没看见吗？一群饭桶，真没看见。我们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地上了。赶紧的，把地窖的粮仓打开，滴两到面上来。是这地方没错吧？老爷也没说清楚啊。 应该就是这儿吧。喵！老头，看看是不是货真价实的白面？真哪里了？
哎，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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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够我吃半年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先叫我这玩意儿砸屎。哎，好。这狗啊，是我表舅撞上，前三天呢就死了。村里人赶紧把它埋下来。得瘟病死的，没错。嗯，没错。就在这儿。什么味儿？哎呀，死的时候太长，我就赶紧把它抛起来，装在麻袋里。就在这里了。你打个火盆吧。那炉子你真会使吗？有啥不会的呀？你可千万整准了，咱明天可就靠这炉子了。爆米花这爆着一响，跟枪声只要叠在一块儿，鬼子就分辨不出枪是从哪儿打的，必须得配合好。放心吧，真的咱都能捣鼓响了，甭说个假的。哎，想没想过怎么脱身呢？只要得手，鬼子肯定得封城门。咱们俩目标太大了，各走各的。啊，我也这么想的。你真会使了吧？你看，要不给你抱一锅尝尝？明天吧。
家伙！这么沉的你！哎，把箱子给我，把箱子给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やつこそ私の好敵手だ。お前ら手を出すんじゃないぞ。閣下が危険にあったそうだが。はい、敵の襲撃を受けました。今ところは危険を示しだ。怪我はされたのか。今ところわからない。ならばなぜお前は司令室でゆったり座っているんだ。何度も言っただろう、秋吉殿下は伏見宮家の長男であり親王の継承者である。閣下が河北戦区に来る前に岡村司令が関東軍に絶対の安全を約束した。全てを通して閣下の安全を守れ。お前は司令官の顔に泥を塗りたいのか。信濃殿下。誰だ。ヒルブの坂から大佐です。坂原さん、お久しぶりです。はい、秋吉です。閣下、ご無事でしたか。大丈夫です。ええ、この地で面白い敵と出くわしました。満州国では味わえなかった経験です。もちろんこの地の治安を安定させてから帰還いたします。失礼します。苏梦吗？
是真的，我说了让你等我7天，我回来了。 觉得是梦啊，梦里总会有个骑马的将军来接我，把我带到马上去，带我跑到天的尽头。上吧。 终于明白了，我之前过的所有日子，都是为了再等这一刻；之后再过的所有日子，也都是为了一遍一遍的想着这一刻。有了这一刻，这一世都。 今天不给你个草饭，这帮个雷散啊！算盘呢，你得想我这是为你好，就这狗这么大味儿，吃什么不都得吐出来？还有，上次咱们搞偷袭，就是因为你那个香屁，让你扔狗，是让你立功，将功赎罪。你听明白没有？上，把狗扔了，老子养活你。 给所有的兄弟磕头赔罪。危难时，我拿了粮食、子弹，对不起八路军；兵败时，我抛下患难与共的兄弟、媳妇儿，对不起大狗、栓子、呆子。 和大门子，和小鬼子应聘的时候，我没能学认了他报仇。我对不起陈峰和去死的兄弟，我孙成海是个没皮没脸的王八蛋，没本事报仇，没本事让兄弟们填饱肚子。 你们要是还瞧得起我孙成海，我铁了心跟着八路宰鬼子，世间从此没九路军这个字号。
是兄弟。县城里边呢，经老孙这么一折腾，这鬼子受惊吓了，指定就得收拢部队防守，军马场就更得空虚，咱现在这人手也够，趁热打铁，今儿晚上烧他娘的军马场。哎，那狗再叫咋整啊？你去听听，你现在还能听到狗叫？揍行。秋哥，我也在路，我要回家，不用跟你那打。哪里？哦，但你哪哪记得哟？我来我来哇，没么奈，但是不用跟你那过来了。可能得，也把你过来再过来。别客气，大西多哇，这边还收拾哟。在山头可以吗？的，再来可以吗？呢，但是一万一的呢？好，我看见没事的。短短七八天的光景。不光军马场里的狼狗，连附近村里的狗全都见不着了。方圆十里到了黑夜，一片死寂。我带着张安定、石头打先锋进去，先把草料堆点着了，紧跟着咱烧他的那马圈。老陈带着大队压在后面，先把那探照灯打灭了，借着草料堆火一着，带着大队就冲进来，算盘刘也看家，好吧，听好了就各自准备，散了吧。哎，我呢？照队伍上的规矩，有家眷的都撂在后边。扯，没我，你们能点得了军马场？那怎么的？你也跟着去啊？你屋里那口子能答应吗？关他个屁事儿啊！这事儿我做主了，那成了。老孙跟着咱一块儿也打头阵，成吧？还有句话，先撂在头了。军马场住着上百个鬼子，地形咱不熟。这一仗就他娘的是老虎嘴上拔须子，有啥要交代的，赶紧交代。有点扯，你没人跟你抢。多吃点有劲儿，人家手榴弹扔的远些。记住了啊，打仗的时候手榴弹炸吧扔的远远的，你尽量往后躲。嗯，记住了吧。嗯。留一个，留一个啊。和傻鬼战似的，等回来的时候，咱俩好好商量吧。我会去，谁会去了？说你就是个臭棋篓子，你还说我会去了？哎，喝口水，喝口水。一晚上就回来，你给我带这么多这个呀？我吧，我问你，在县城那两天饿着没？没，好着呢。哎，你个死没良心的！哎、啊，吃啥好玩意都没想过我。干啥了这？啥
上天入地谁都不惧，拜来拜去陷阱自己，出生入死游刃有余，有情有义这帮好兄弟。各有志气，身怀绝技，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活一世争一口气，有三有聚勇闯天地，勇闯天地。来让这帮好兄弟一场英雄的相聚，他们的倔强脾气融入了一方天地。记住这帮好兄弟一个时代的印记，他的名字虽然不在历史书里，可我们记得你。各有志气，身怀绝技，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活一世争一口气，有三有聚勇闯天地，勇闯天地。